人的成绩已经出炉了哈。我们待会呢，除了邀请我们的选手，恭喜我们选手上台以外呢，我们顺便也要邀请我们的颁奖老师，有我们各单位的随队的教练，以及我们的裁判老师来担任我们这一次的颁奖的老师。首先我们颁奖的是国小高年级组全能成绩第一名，鼎新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潘玉官，恭喜。第二名台中市朝孝国小王杰毅。第三名新竹县竹北市六家国小陈萱萱。第四名新竹县康莱尔中小学谢承恩。第五名台南市复兴国小施平珍。第六名桃园市双龙国小陆轩怡。第七名台北市永春国小刘轩瑜。第八名台中市东方国小曾子怡。恭喜以上八位的选手。那我们邀请我们的台南市的陈世清教练、董延之老师、叶佩老师、王一杰老师、郑佳瑜老师、林婉婷老师、陈湘琪老师、何佩娟老师，麻烦请出列来颁我们的颁奖的老师。陈世清老师、董延之老师、叶佩老师、王怡杰老师、郑佳瑜老师、李婉婷老师、陈湘琪老师、何佩娟老师。好的。